兄弟姐妹们早安。那我们继续的在列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歌唱他的荣耀和大能，歌唱他的慈爱和信实。诗人说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狱世界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千年对神来说如一过的昨日，又入夜间的一更。主啊，求唤醒我们有智慧的数算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日子，活在你的面前，因为有一天永恒将成为我们永远的归宿。你是永恒的主。Yeah.
去你姐妹面前坐。哈利路亚，愿你掌权作王，愿你国度降临。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永恒的主，你是和平之君，永在的王，你的荣光必充满全地。我们要在你的殿中敬拜你，赞美你。一，你是那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你降下恩典，道成肉身，居住在我们中间，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你的灵住在我们心中。我们来唱这首《道成肉身》。守信是慈爱的神，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担当，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背负。他的爱是不离不弃，他爱你就爱你到底，你的爱不离不弃。
都是你的，你已经胜了世界。求主赐你儿女警醒的心和分辨的灵，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，好像明光照耀的人间，让你的每一个儿女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做一个荣耀你的器皿，传好消息给更多的人。我们当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主，这是我的手，请差遣我。这是我的手。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，神给儿女当祷告警醒。
跟随我们的主耶稣。阿门。